赵信尧，总感觉呢？那柯宇上镜真好看哎！张信尧，张信尧，我的妈呀！下面进行撑腰环节。我是来自我们 A 计划的，一直想超 A 的一号学员戴少东，二号学员笑容超 A 的张信尧。我是来自 A 计划的短发超 A 胡月涛，想在 A 班一直超 A 的四号学员周柯宇。我是 A 计划五号发际线超 A 韩佩泉，请大家为我和我的队友们谢谢撑腰，谢谢。哇、哦，韩佩泉老师跳舞太有长进了，从天上降下去，那个膝盖砰砸在地上，在那儿我感觉野性属实太有冲击力了。还有就是戴少东做到了他作为中心位该做的所有事情，我觉得戴少东这一场站起来了，我觉得比他一攻亮眼更多。张小的动作跳得真的好干净，并且他的表情以及他的气质就是跟这首歌好契合，这个舞台就是他发光的舞台。时间到。好，那个张信尧，之前我不觉得你跳舞是这种款式的，但今天你是给到我一点惊喜的。就你刚才有几个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尤其，我能看到你的那个力量是在的。韩佩泉，哦，你真的隐藏的太深了。无意之间还看到你腹肌啊什么的，你真的隐藏的蛮深的，就我不晓得你是这种身材。果然巨星，巨星的姿势。但是没有想到你是很健硕的。另外我特别要说，在这么强的一个舞蹈团里面，你居然很突出呢。你不是看不见，之前我可能会说哦，我没有看到你，你混在里面不错，但我今天我可以告诉您真的不错呢。谢谢谢谢，妈呀，太感谢了。哎呀，真的。戴少东回过来说你，你一如既往的棒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我觉得就是这个舞台就是 good。 张信尧，我觉得你在这个舞台上是最性感的一个人。谢谢安文老师。哦，终于被看到了，信尧，你被看见了。你的 energy 是一直在。谢谢老师。就是我感觉我还蛮喜欢这个他们气场的，而且我有注意到，就是好像是有举起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踢到了谁的脸？是有这个事情发生吗？其实也是可能我们这段时间大家训练都特别多，然后每一个动作都是高难度的，所以刚才就会可能没有举起来，也可能是我没有卡准拍子，然后就踢到了。其实我可以把它做得很好，如果老师不介意，我可以再给做一次。当然可以。哇、啊、好痛啊。跳舞来说的话，我还是要保护好我自己。今天他真的有硬汉，你知道吗？是跟之前真的不一样。因为这个太疼了。佩泉，我觉得你可能你膝盖应该全都淤青了吧。是有很多淤青。就是我想演的角色就是经历过很多痛苦的人，但是痛苦使我变得更加强大，所以我就想去尝试一次这样。我知道这个对膝盖可能会受伤很多，但最后就是我想展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嗯，我觉得其实是他们整个这个团队挑战了其实是可塑性，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真的完成得非常好啊。就是今天很棒，我的心也震动了。嗯，好，撑腰结果出来了，在他们之中谁能成为队内撑腰王呢？恭喜周柯宇、韩老师、胡月涛、张信尧、周柯宇、周柯宇，谢谢大家。
因为你们是第一组表演的队伍，所以请直接入座最佳表演席。希望你们坐得稳一点，坐得久一点。